为了这具尸，你死了近千才愚公，却还要强征平民去送死。世道难道比人命重要？罗耶大将军，怕触犯众怒吗？哼，众怒？谁是众啊？不必在意。 殿下，你怎么了？大臣们在商议正事，二王子一定要你来决断。王兄，是有关彩玉的征调，玉成名又已经……说多少次了，大将军是三世老臣，劳苦功高，这些你听他的就行了。劳苦功高，照他这样劳苦。 玉成就要完了，放肆！别跑！你。 尝尝，你看看你自己，还有一点王子的样子，你忘了父王对我们的教诲吗？飞，上。父王，我们打倒了很多木偶人。好样的。 等你们练好了武艺，一定要保护好玉成。放心吧，父王，就交给我了。这么好的球，不能浪费。 将军能不计前嫌应邀赴宴，真是圣的荣幸。老臣怎敢不来啊？您说笑，快请坐吧。哎，美酒佳肴都不叫上我，好香啊！太过分了，这没你的席位。大王子既然来了。 就一起用餐吧。哎，还是大将军周到。你滴酒不沾，是有什么心事吗？父王去世之时，我们兄弟年纪还小。 这些年多谢大将军的教导，胜受益匪浅。晚辈敬您一杯。现今我兄弟俩都已成年，大将军可否放手，让我俩处理玉成事务？<笑>你们还嫩，懂事了再说吧。罗烨，我今天就要为了玉成，终结你的恶行。
说你嫩还不信，要不是我正愁找什么罪名收拾你，我才懒得来这一趟。不可能！什么不可能？ 的命运，有人能改变，而我要为父报仇。你看到了。 不会放过你的，我哪知道呢？你快走！这些都由我来承担。为了玉成，你必须活下去。抱歉，这些年来一直瞒着你，你性子急，身边又有眼线，并且。 两个小孩怎么是罗爷的对手？只有让他轻视，让他看不起，我才能暗中准备等待最好的时机。这次比预料的早了一点，我只好将计就计。圣要保护玉成。 你呢？那我保护圣。好。你一定能保护好玉成。 Yeah!
死了没？你们怎么才来？我要是死了，你们得多伤心啊！